啊，我们马来西亚的，所以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就你拉多，你去处理了，你就当然你处理了。我如果你有给文才多秘书，可是大家就有一个明白含义，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，有一个含义啊，向那个含义去走哦，因为接下来真的我们也不可以。 我也是要跟医师要送的还是什么？OK，然后我们就会懂，我们可以排 date，所以我就会建议我们，如果王爷当然，如果慈福王爷讲了，就像我们机场街工委会啊，我们是负责整个老街啊，也是要选啊，可以来商讨，你们也是可以直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。刚才这边讲啊，对，就自己做。